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看课本40页。好，讲到这里。好，那这里在说到如是我闻，那提到这个佛涅槃之前，那的一些事情啊，那佛涅槃之前啊，基本上就是度须跋陀罗到入涅槃啊，最后度须跋陀罗，然后到入涅槃之前，跟比丘讲了些什么？那么比丘又问了些什么？啊，那大概就是有这些记载啊，那这些记载基本上啊。那大概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三藏里面，大概在有几部分啊？那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啊。第一个就是巴利文的长部啊，那大波涅盘经啊。那第二个就是长阿含经的游行经啊，那这个记载比较详细啊。那第三个就是那么西晋白法祖翻译的佛波尼环经。啊，还有啊，那么这个晋朝释义的《波尼环经》啊，还有法显所译的《大波涅盘经》啊，另外还有义净所翻译的啊，《根有律》啊，《根本受一切有部比那也杂事》。好，还有就是啊，最后一本就是所谓我们比较熟悉的啊，鸠摩罗什翻译的《一教经》啊，那《一教经》明显是被整理过的。那么从这里面整理出来，那大智度论里面提到的啊，很明显的也是啊，当时流传传说的啊，那这些都大概都比大智度论早一点。好，那它里面提到的非常的多啊，包括说啊，甚至前面啊，那这个车溺啊的问题要怎么解决，那佛经最初要做什么样的翻译，那我们说过。那佛经最初要做什么翻译，这个在其他的这个一教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。为什么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并没有预计大迦奢之后要结集经典啊，其实并没有啊。那大智论当然他号称佛教的百科全书，那就是把这个佛教里面很多传说都收集起来啊，然后有时候就把它写出来啊，就是说在大智论里面啊，那所以它号称佛教的百科全书，就是当时很多的传说了啊。那当然，佛要入涅槃之前，并没有先受记或预计啊，大迦奢未来会结集经典啊，并没有。僧团知道要结集经典是佛灭后7天之后，那么大迦奢去涂笔。图笔完了之后啊，就举我图笔完了之后才宣布的啊，宣布说之后啊，那么要在这个王舍城结集经典啊，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，到底是多久结集经典啊，那到底又是结集了些什么啊，这个后面也有讲啊，那这个是之后才有的啊，所以很明显的我们来看大智度论哦，要比较就是说要比较客观一点，就是说大智度论因为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，那么又在佛灭后大概五六百年之后了啊，那很多的传说它不一定是事实啊，但是就有这种传说啊，那么包括我们说这个罗诃罗啊，在耶稣陀罗的肚子里面啊，那么6年啊，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啦啊。那但是他也把这个传说纳进来啊，反正就很多种传说了。然后阿难跟文殊菩萨啊，另外结集大圣经典
啊，那也有这样的传说啊。不过我们就是说，大智度论的内容相当的丰富啊。那他把当时所有的传说都纳进来啊，也不是所有啦，就是说他总结了当时很多，因为他是大圣的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啦，就是他当时初期大圣的集大成者啊。好。那这里就说到佛涅槃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说了些什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啊，看四十页啊，佛分别答这里，因为前面举了四个问题嘛啊，那佛就大智度论就这四个问题分别来回答啊，其实这样。那第一个啊，第一个他是回答说，那么佛涅槃后，那么我们啊应该要怎么样修行啊？那我朝云何行道啊？就是我们要怎么修行？因为就是基本上都是佛怎么教我们怎么修嘛。那现在佛涅槃呢不会教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以前又没有书啊啊，那基本上都是靠背诵记诵啊，所以才有那个陀罗尼啊，才有那个记诵。好，那佛跟阿难说啊，第一个就问，这个就回答说，那这个佛灭后我们要怎么修行？那第佛就回答：若今现前，若我过去后，啊，就是不管是现在，还是我涅槃之后啊，因为佛还没入涅槃嘛，啊，他说，那么智一指，法一指，不愚一指啊，那一般是讲说智一指，法一指。莫异一指啊，一般都这么说了啊，那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什么叫智一指、法一指、不愚一指呢？啊，他说云何比丘，智一指、法一指、不愚一指。好，他其实一指就是一指法，自己依法修行啊，啊，就如说修行啊，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叫做四欲流之听闻正法，听佛说法。佛就教你怎么修而已嘛，啊，那听闻正法，那如理思维，那佛说的法你要如理思维，你不要佛这样讲，你这样想，你想错了，听是听对了，听还要听对，啊，那听错了那也很麻烦啊。那么佛时代很多也有听错的，你看佛灭后啊，那么这个阿难听那个比丘啊，那在诵那个法句经的句子，若人寿百岁，啊，不见水老喝。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啊，听错了啊，听错了，记错了啊。那佛在的时候啊，那么听是听对了，想想错了啊。那比如说啊，那夜摩家啊，那么对外说啊，我听佛所说的，他亲自听佛所说的，阿罗汉灭后啊，更无所有啊，他想错了啊，听是听错了，听是听对了，他想错了。不如理思维，那这样也不行啊，这样也不行啊。然后之后听也听对了，听的是正法，想也想对了啊，就是佛所说的那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如说修行了啊。我们要听见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依着这个所听的、所闻的、所思维的正法，然后去修行啊，那叫做法随法行。那又叫做如说修行啊。那法是什么呢？法就是涅槃解脱。好，那得到解脱的法是什么？随法，是随着这个法啊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说，佛法这个法的概念，它主要有两个啊，一个是真理，一个是证真理的方法啊，证真理的方法啊，依这个方法证真理啊。所以一般来讲把这个叫做法，把这个叫做随法啊。那所以叫做法随法行，行随法以证法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啦。好，那后来啊，后来这个法就代表真理啊，比如说见法就是见真理啊，真理是什么？缘起无我啊。那么依法修行的法就是指这个方法，其实就是证真理的方法啊。比如说什么？比如说中道法啊，那三十七道品、四念处、四正前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啊，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了啊。
那这个是整理出来的啊，就一七列三十七道篇。那所以后来的法就变成两部分，一个就是真理啊，比如说剑法啊，那么正法、入法，入了这个法是真理啊，然后依法修行啊，那这个法，这个法是指正真理的方法，比如说八正道，依八正道得涅槃啊，那这个涅槃啊，跟这个八正道都叫做法。那早期是偏重在真理，法是代表真理，那后来的部派比较偏重在正真理的方法啊，就三十七道品上面了啊，所以我们说的所谓的啊文法、入法、修法、正法，这个法的概念啊，它基本上是这两部分的啊。当然你要归纳的话，可以归纳很多种。那这里啊，这里所谓的法啊，那么字一指法一指，那这个法啊，这个法就偏重在所谓的啊，我们说这个方法上面啊，那么自依止，自己依法修行啊，佛法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法后来偏向于啊，不是自依止，不是法依止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于依止啊。那它基本上是自依止，自己依着法，依着法而修行啊，法依止，其实就自己依法修行了、啊，不逾依止。那佛法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，一个就是一定是要自己修。那我们现在变成说我念佛，然后佛加持我啊，然后我念佛，佛灭我的罪，我念佛，佛给我功德啊。有些人会强调，我只要诵这个经，这个经本身就有加持的力量，我只要把这个经诵完，本身就能够获得这个经的加持。那我念这个佛，比如说七佛灭罪真言啊，我只要念了这个七尊佛之后，我就能够灭一切罪，那得到这个佛的加持。我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啊，那么观音菩萨就能够灭我的烦恼啊。那么若人贪心啊，念观音菩萨就能够灭贪；若人嗔心，念观音菩萨就能够念嗔啊。那若人有所求啊，求男得女，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功名得功名啊。那这些基本上从佛法的意义来讲，都是什么？于依止。从其他的天神，从经，从咒，从佛号啊，那么他就可以给你加持。佛法里面来说，这些是方法，但是它不是直接给你，不是，是你透过念佛一心啊，没有贪嗔痴啊，你透过持戒，你透过持咒，你的心专注，不起烦恼了，不跟烦恼相应了。那你不跟烦恼相应，你过去的烦恼业不成熟，它自然不会产生作用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一直跟它起烦恼，比如说啊，现在你在那边闯木取火。啊，假设那些木头是烦恼啊，你全部经过传，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把这些这个，你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啊，因为你一直在磨砂，它就会起火燃烧啊。你现在不要了，你现在回过来做这些。当你不磨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起火了啊。那它，但是它告诉你，你在这边念这个啊，你在那边拜这边石头啊，那么它自然而然啊，它就不会爆炸，或者不会起火燃烧。其实你，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在持咒的时候，你在念经的时候，假设你一心虔诚专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心是跟定、跟慧啊、跟正念、跟正知相应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跟烦恼相应，那我们通常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都有善业跟恶业，那么这些善恶业多数是杂染业，就是有漏业跟无漏业。当你的心在跟无漏业随顺与解脱相应的时候，它自然这一些过去的无漏业或是有漏善业，它就比较容易成熟。当你没有一直在起烦恼的时候，当然你这一些有漏的恶业、杂染业就比较容易成熟。那当然你就会受苦啊，成熟就会受报，成熟就会受报。那你的心不在那里，你的业就不在那里，你的缘就不在那里。它过去虽然有，它不容易成熟。善业都这样，有漏无漏都这样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当你的心转到啊念佛、念法、念僧这边来的时候，
你的心就不容易跟恶业杂染业相应，那么你就容易跟什么？容易跟善业无漏业相应。那这个时候，当你有力量，你的心有力量，有功德的时候，功德就是心的作用，你的心开始有很正向积极的作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容易成就善业。成就善业用一个说法叫做求懒得懒，求女得女，啊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智慧得智慧，基本上是这样讲的。但是我们误会了，就会认为啊，我送这个经，经就给我；我送这个佛，佛就给我；我送这个菩萨，菩萨就给我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佛法基本上就是自依止，法依止，就是要依法修行的，而且是自己依法修行，要自己依法修行啊。那么佛法里面持有故彼有啊，这个也很重要啊，持有故彼有。不管彼有是什么啊，比如说灭罪、增福啊，我们基本上常讲消灾延寿啊，灭罪增福。那么它是一个果，它是一个果。这个果要有，一定是要有因，一定要有因啊。那我们会说，我们念佛为因，灭罪为果，不是啊，不是。那么心造罪，心灭罪啊，不是你造罪，佛来跟你灭罪。不是的，你自己造罪，你要佛来跟你灭罪，这个就不是了，啊，你自造业，难道他来灭你的罪，啊，你吃饭，然后他饱，啊，那不可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佛法，但是你念佛，有朋友可能灭罪，有可能灭罪。那灭怎么灭罪呢？我们就说，因为你不跟罪相应，你不跟你的过去业相应，业相应成熟就会受苦报，叫做罪，叫做罪报。当你不相应的时候，它虽然过去有那个业，它不成熟啊。业不是每一个业都会受报，要成熟才会受报。所以当你心不相续的时候，它就不成熟。你一直相续，它就容易成熟。其实就是这样的嘛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从自己修行来讲，就是要成熟自己的善根；从利益众生来讲，就是要成熟众生的善根。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它不离开自依止、法依止，持有故彼有。那么这个此修行，所有的修行，第一个一定是不离开自己，然后不离开自己的五蕴身心，一定不离开自己的身心。所以佛法会说啊，那么离开这个心来说修行，其实都是外道啊，叫做心外说法啦，心外说法。你离开自己的身心来去说修行，那个都是外道啊。求天神啊，求咒语啊，求什么，那些都是愚依止，都是愚依止。但是你可以借用这个方法，比如说念佛啦、持咒啦、诵经啦。那我们已经说过，念佛最重要的，念佛最重要的其实是策发你的心愿。佛到底是怎么修的？菩萨到底念佛跟念菩萨一样？所以大圣基本上比较强调个人啊，这尊佛、这尊菩萨的特点在哪里？他是怎么成就的？他为什么可以成就如此的功德？他为什么有这样殊胜的能力？啊，那像啊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《地藏经》里面，啊，这个婆罗门女看见这个佛啊，那么他就问这个佛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庄严？你是怎么修的？”啊，一样啊，他告诉他：“哎，要累劫度脱这些众生，才有办法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。好，那我也要这样修。”他要策发你的信愿啊，因为你想跟他一样，你学他，所以你要学他怎么修行。那我们现在不是啦，我们现在变成哇，你是这么修行的，好，那我念你的名字，你就可以把你的功德给我啊。你用了无量劫修行，但是我修很多很多难行、能行、难忍、能忍，我不用，我只要念你的名字，我就可以跟你一样。没有，佛法没有这样说，佛法从来没有这样说。因为自依止、法依止，第一个一定是自己要修，而且要依法、要如法，啊，要如法修。你不如法，你的法是外道法，外道法不能成就圣果，没有办法，啊，没有办法。那不依止不是其他的，除了自己依止，意思就是除了自己依法修行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
可以让你不用修行。好，你说那我念佛也是修行，持咒也修行啊？不是，啊，你那个念佛持咒是修行没有错，但是你念佛持咒，它只能让你彻发心愿，那么一心虔诚而已。它因为佛法的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慧，智慧。啊，那么什么是智慧？就是能够不起烦恼，起了烦恼能够觉察、控制、调伏、断除、超越的。那么这个是智慧，啊，那你真正的智慧，所有的烦恼的根源都在于有我，我见跟我爱，所以所有的智慧都在对峙我见跟我爱，能够让你的我见淡薄，能够让你的我见淡薄，那么我爱消减的那个就是你的能力，那个就是你的殊胜。所有的佛法都在讲这个啊，就不就是勤，所以就十个字嘛，两句话嘛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那烦恼的总说其实就是无明，无明，无明展开来有所谓的我见跟我爱，我见我爱展开来有所谓的贪嗔痴，再展开来有所谓的贪嗔痴慢疑啊，然后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多，无力死无顿死啊，就非常多了啊。那么这一些其实简单讲，都是从我爱而来。那我是我们这个身心，你对于你身心的执着跟贪爱，好，那从这里，那所以知一止，法一止。那我们说过，此有故必有啊，因为有这个因，所以有这个果。那个此一定是自己的身心，因为你造的业，你的轮回是你的业形成的，你的业是你的烦恼形成的，你的烦恼是由你的无明形成的，那你的无明就是你没有智慧形成的。所以佛法重点是让你怎么样获得智慧。那获得智慧，智慧有两种，一种是有漏的，一种是无漏的。无漏的慧一定要有定，最低最低要有味道地定啊。那味道地定的叫做慧解脱啊，那有定的叫做具解脱。那慧无漏慧一定要有定，有漏慧就还不一定，有漏慧不用有定。那不是有定就一定会有无漏慧，不是。但是无漏慧一定要有定，最低啊要有味道地定啊，叫做七一定，叫味道地定就八种。那四禅八定里面非想非非想啊，没有办法引发无漏慧啊，那所以叫七一定。那再加上味道地定啊，那个不能叫定。所以叫味道地，啊，它叫做心住或住心啊，九心住、九住心的最后一个等持啊。那么也有时候九住心都可以啊，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最后一个等持啊，人们叫做一心不乱。好，那么你这个定可以引发无漏慧，那要戒才一定要有定，没有戒成就不了定，会有忧悔，忧悔心不安，那就成不了定，会有障碍。会有罪障、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，啊，会有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啊，啊，报障就是罪障啊，那么你就不能，就会防止你升起定，就是你不容易成就定了。那戒基本上是最低的道德标准，啊，就是说修行上最低的。那进一步，当然你要有力量，叫五根五力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啦，啊，就像一条船，最主要的你的船不能破。然后之后你的手要有力量才能够划到彼岸嘛，你单单船没有破好啊，那怎样，你没有力量划你也划不到 啊，那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定是有力量，然后方向对了，然后往前，然后就到彼岸了啊。其实佛法是这样子的，但是重点是你自己要修，你不能说哦，那我就坐到这条船，然后别人帮我划船就划到去了，这掌舵者是阿弥陀佛啊，然后我只要坐上阿弥陀佛的法船，那阿弥陀佛就让我成佛了，没有这件事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你即使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还是跟着阿弥陀佛学的啊，你去到那里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，一样啊，跟在这里一样啊啊，难道有其他的修法吗？啊，没有，你去那里还是智一止法一止，不以一止，还是一止一什么，一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，还是二六十众念佛念法念僧，还不是这样，还不是修戒修定修慧啊。
那你去到那里修跟在这里修是一样的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里再修？你在这里就应该修了啊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啊，就会认为、哦、我们念一声佛就灭我们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其实佛法不是这么说的啦啊。那但是后来大部分人会断章取义啊啊，然后就变成啊，那么我一般是从因上修啊，然后念佛是从果上修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知一止，法一止，不与一止，其他的，那我们要刚才要讲持有故彼有，持有一定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一个就是不离开现在，你就是现在修，你就是现在要修，就是你自己要修，在什么地方修，就在这里修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此时此地此人啊。就是现在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你自己，你要去修行。当你自己有修行的时候，你自己开始修的时候，依法修行，依止这个法，自依止这个法，那么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得解脱，才能够得利益啊。那法依止，重点是依止自己，依止这个法，自依止法依止，其实就自己依着法修行啊，如说修行啊啊。那么那法是什么？法我们说过，刚才讲过啊，基本上就是得解脱的方法啊。那得解脱的方法基本上有非常多种啊，就是从不同的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不同的根性有不同的方法。那一般来说啊，一般来说啊，那么七类三十七道品啊，那么基本上都是，那当然不只有这七类三十七道品啊，其实也还有很多种啊，比如说八大人念，阿那律的八大人念，它其实也是啊。那么这个七圣才啊，信戒惭愧闻舍会，那也是一套方法啊。那但是部派里面啊，把它归纳为所谓的七类三十七道品。好，那这个是法。那三七道品里面，通常比较讲得一解脱的，比较常说的就是四念处跟八正道。那部派里面也重七觉支啊，但是七觉支基本上都是比丘尼修的比较多啊。那四念处也是啊，那四念处直接从定跟慧开始修，没有从一般从信跟戒，信跟以信为初或是以戒为初，四念处直接用定啊，定跟慧就止观了，直接修止观啊。那或是讲比较完整的，讲比较精要的就四念处，讲比较完整的就八正道啊。所以一般来说，这个法啊，以四念处跟八正道为主，但是含括所谓的其他的所有的方法啊。那么我们如果以三十七道品来讲，就是含括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北传的这个杂阿含，第一个就是五蕴，第一个就是六处，第三个就是因缘啊，杂相应啊，五蕴无我，六处无我，缘起无我，第四个。第四个就是三七道品，道品颂啊，你看它这个就是含括所有的一个重点。那五蕴无我，六处无我，因为无我就是缘起无我，这个五蕴六处缘起无我，五蕴六处都是讲身心的，缘起是生命跟身心啊，就整合来说的啊。那你看它不离开我们的身心，佛法第一个不离开自己，此时此地此人啊。那第二个不离开身心。不离开关照自己的身心，你离开了关照自己的身心，你要去得解脱，那是不容易的，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解脱就是无我得解脱，那你有我跟无我，一定是要关照自己的身心，你执着我爱我所爱，我见我所不愿那部分，你那部分要处理，你那部分没有处理，你不可能得无我，不得无我，不可能得解脱。所以那么你要得无我，你是你自己执着有我的，你说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让我证得无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执着有我，怎么可能念阿弥陀佛让你证得无我啊？那所以基本上我们说过两个重点，第一个不离开你自己，你自己要修行，
你自己要修行，没有人能够修给你，佛也没办法给你，佛都没办法了，菩萨那更不可能了。啊，他修给你，他帮你灭罪，他帮你增加福报，没有，所有的福报都是从心而有。啊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念佛为了策发心愿，诵经是要增长智慧。啊，那么最重要的，你要了解修行的次第、修行的方法、修行的理论，啊，你这些你要了解。诵经的目的是这个样子，啊，那咒呢？咒基本上一般来讲叫做陀罗尼，啊，它是浓缩版的，啊，比如说像偈一样，啊，那比如说这个咒律盘陀只能念的那个修行的口诀要诀，身口意业不造恶，莫恼一切诸有情。正念观之欲尽空，无欲之苦当远离。你就这样修，啊，比如说这个神秀啊，他写的那个偈，基本上也是一个修行口诀：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啊，常常关照自己的心念，不起烦恼。它也是一个修行口诀，你不把它翻译出来，用音，它就是咒。我们把这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个四句话不要翻译，啊，然后去给韩国人、日本人、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听，他照我们的中文念，他就变成咒了。但是我们是知道意思的，要诸恶莫作，要众善奉行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啊，就好像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在印度人看他就知道他是皈依学习的意思，啊，我要跟观音菩萨学习。那我们并不是啊，我们变成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就观音菩萨加持我了啊，就变成这样了。那这个就是误会了。那让你的心一心专注，当你专注的时候，你烦恼不起，你原有的烦恼止息，未有的烦恼不起。这个时候你升起善法，啊，让你的心有力量，所以它容易成就嘛，是这样子的，还是你自己成就的啊？这个很重要啊。在这一止法一止不愚一止这个观念，大部分人都没有。大部分人的修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啊，诵经，经给我力量；持咒，咒给我力量；念佛，佛给我力量。啊，那么多一点的啊，还有手印啊，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烟供、火供啊，啊，这些鬼神给我力量。啊，佛法没有这样修，佛法没有这样修。好。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啊，持有故，比如说自依止、法依止，自己依法修行。那这里说的哦，是说经典里面比较常用的代表性，就是四念处。所以有时候叫四念处是一乘法，就是唯一到涅槃的方法啊。那有时候也讲八正道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只是代表啊。那么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之八正道啊，那么都可以啊。其他的还有啊，乃至于七圣财啊，八大人念啊，然后这个戒定慧三如漏学啊，基本上都是四欲流之也是啊，甚至是闻思修正啊，那这样的层次也是好。那这个是此啊，就是自己就是自己，就修行就是自己，就是现在，就是自己，就是现在，就是这里。你不要说啊，我以后我死了之后，我到其他的地方，那么谁帮助我啊？没有，自己就在这里，就在现在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，啊，你不要等，啊，等谁来，啊，等到什么时候，等到什么地方，啊，修行不是等来的，随时随地修行来的，而且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。一定跟你的身心有关系，离开关照自己的身心，要关照自己的身心，离开关照自己的身心去修行，不容易得成就，顶多修成外道啊。就算你念佛啦，你观佛看到佛了，念到波州三昧，念到佛现前啦，他也告诉你要不离开自己的身心，为什么啊？你见到佛很殊胜的吧？啊，就等着要往生了吗？不是。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你去观佛，佛也没有来，我也没有去，但是我为什么见佛？因为我心念佛，我心念佛就见佛。
那所以那我心是什么啊？回到自己的身心来关照自己的身心，那我的身心是什么？什么是我的身我的心？那再去关照我的心是什么？我的心是虚妄的，就从这里进什么？进无常无我。佛法一定不离开关照自己的身心，关照自己的身心一定不离开关照身心是什么？无常无我。所以思念处是什么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。你看哦，思念处啊，身受心法，这个是身，这个是心，这个是受，这个是心所，这个是身，那么这个是心所。心所其实包括受想行，受想行，受想行都是心所啊。那阿含经里面也是啊，受这个是观身，这个是观心所，受想行，那以受为代表，因为它是苦啊，受想行，那这整个是心啊，这整个都是心，那这是心所，身心所心，然后这整个是身心，法是包含所有的身心，所以观法无我，色无我，受想行识无我，无我无我所，这个是我所啊，这个都是我所，这个都是我所，无我无我所，所以观身无常苦空无我，观受无常苦空无我，观心无常苦空无我，观法无常苦空无我，这个是总观。如果是别观的话呢？啊，别观的话，身不净，受是苦，这个是对治的啊。因为你执着净，所以叫你观不净；因为你执着乐，所以叫你观苦。那么，因为你执着常，所以叫你观无常。整个心，这个受是在心里面的啊，是心所啊，观心无常。那所有的观整个身心是无我的，你看，修行不离开自己，观照五蕴身心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你如果说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让我证得无我，阿弥陀佛，让我证得无我，不可能。观音菩萨让我这个证得无我，没有。你要去观我是什么？那去了解。你所执着的那个我不存在，这样才能去除无我啊！没有一个咒能够让你去除无我啊！你自己要去，因为你是你执着的啊！啊，比如说举个例来讲，你的执着就好像这只手，你所执着的东西就好像这支笔，你就抓住了。那你一直念阿弥陀佛，让我放掉，让我放掉，让我放手，让我放手，没有办法啊！你自己要知道，你抓住的东西，你放着就好啦。你抓的不是。这个是笔而已，这个不是黄金啊！你只要认清了它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东西，你就不会抓。你越抓越紧，越紧就怎么样？越苦。你看到那个蛇有没有？那个蛇它遇到危险，它就会，它会自然而然的，那个蟒蛇啊会缩得紧，把那个猎物勒死。但是它当它爬过那个九次的那个围墙的时候，它也缩紧，它缩越紧，它越痛。越痛，他收越紧，他就被那个什么铁丝缠死了。那我们的执着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，所以你说啊，那赶快赶快，你念佛，那让那个铁丝破掉没有？你只要松掉就好了。你对你的执着，你对你的执着，那么你看清楚了，那么你能够放掉。不行的话，你就是要借由观察。所以很重要，知一止，法一止，自己要依法修行。所谓的法不离开观照五蕴身心，观照什么？无常无我啊，无蕴无我，六处无我，六界无我，缘起无我。所以你只要理解了这个，你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，其实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。真的，你不管到哪里，你都要观照自己的五蕴身心啊，你健康的时候，你生病的时候，你起烦恼的时候，你都要观这个心到底是什么，它烦恼到底是什么，它是怎么起来的。阿含经说，衍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。什么叫做衍生时？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，根尘是合而生处，触具受想思啊，受想思啊，
就是那受想思就有所谓的苦受乐受，有种种的想，那么你这心就有烦恼啦，就有贪嗔痴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宝积经教你，贪心是什么，嗔心是什么，痴心是什么。当你起烦恼的时候，心贪心，贪就是属于心的吗？贪心生起来的时候是从哪里生起来的？从心生起来的。那心是什么？心是怎么生起来的？它还不是根尘世合而生处而有的？它是实有的吗？没有。真的有贪心吗？也没有。它不过就是因缘合而生起来的。那我们大部分还没有去关照这个心，就关照那个境。这个人为什么这样？这个人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就一直要执着那个境，要把那个境除掉。啊，愚人除境不除心，智人除心不除境。你看，那你离开了，这个就是智一止，法一止，不愚一止的问题啊。你要除境跟除心，你要依他跟依智。那你好好想这个问题。很多的北传的佛教徒，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不是末法的问题啊。法本身不是墙壁啊，时间到就会剥落啊，它没有保存期限啊。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啊，它没有保存期限啊，怎么可能时间到了就没落了呢？就没有效果了呢？啊，而是你有末法的问题啊，你的法是枝末的，不是根本的，是你自己末法，跟法没关系啊，是人啊，人的问题啊。你对佛法不了解嘛，怪不得不能解脱啊。一方面跟我们讲大圣怎么殊胜，一方面又说啊，现在修行不能得解脱。那现在是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学这个法也没有用，学了也不能解脱，修了也不能解脱。那我还要天天念这个经，那念完了也不能得解脱啊。说开成佛，成佛在法华，开悟在人眼。我念了也不能开悟，也念了也不能成佛，我还是要念阿弥陀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才能成就。那这样你念它做什么？念好玩的哦，念加持的哦，啊，那所以，但是其实佛法是可以得解脱的，是可以成佛的，是可以灭罪的，是可以增加功德的。但问题不是佛给你的，不是经给你的，是什么？你自己依法修行得来的，啊。那个观念我们要一再强调，为什么？大多数的人的修行哦，都错误了，啊，都在什么？都在求于依止啊，依止什么？啊，依止你所念的经，它本身吠陀天启的概念嘛，这神的启示嘛，啊，你只要照着念就有功德嘛，就有力量嘛，啊，那个咒语嘛，是从这个佛菩萨的心流露出来的嘛，所以念了就有力量嘛，佛的名号。念了就有力量嘛？不是，所有的力量不离开你的心，有智慧、安定、稳定的心，就是戒定慧的心啊，没有贪嗔痴的心啊。你只要有贪嗔痴，你只要有贪嗔痴，那么你念什么，它都有毒。你只要没有贪嗔痴，你念什么，它都有功德，因为你心清净嘛。好，所以怎么样让你心清净？四念处。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，第一个，不离开现在，不离开自己，此时此地此人，不离开现在修行，不要等到以后，不是死了之后，啊，那也不是以后，啊，那不离开这个地方，啊，等我去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好好用功，啊，等我去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我要好好修行，不是。啊，我们常常讲，等我有空的时候，我再好好修行。什么时候有空？没有有空的时候。到要死了才感觉到啊，这一生白过了。那你又没有去不到啊，就麻烦。此时此地此人，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此心此业此缘，就是自己的心，心在哪里，业就在哪里，缘就在哪里。佛法是缘起的，啊，那所以自己要依着法，这个法。用四念处来代表，其实就不离开观照，观照自己的五蕴身心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其实就是无我了。所有的佛法一定不离开三法印，啊，那三法印的核心是诸法无我，一诸行无常得诸法无我，然后得涅槃寂静。
涅槃就是烦恼灭尽的状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智依止、法依止，然后大智度论也提到啊，他说有三种思维必当精进，你一定要这样想，你才会用功啊，不然你都要等等等等谁？那等加持啊，那么等以后没有没有这个等的时候，若我不做，假设我不做，我自己不做，不得果报。你要升天，你都没有办法说啊，我天天拜佛，佛让我升天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你侍奉这个天人，假设你没有天业善业，你也升不了天。叫你念这个天，就是你要有那个善业啊，你要照他的方法修行啊，你念他的名，你要修他的行啊，一样是这样子的。你念佛也是这样，若我不做，不得果报。不管这个果报三界六道，你要升天，你要往生净土，你要解脱，你要成佛，都一样。若我不自作，而且我要自己做，那通常有三种啦，自作教他做，见作随喜，这三种都有。但是自作是比较强的，自己做，然后教他做，自己没有做，但是我教他做，这个是语业的，这个是身口意业都有的。比如说我自己布施，善恶业都一样哦。比如说我自己布施，欢喜布施，我布施了啊，我自己做，那我自己教我自己做。那我还教别人做，我没有做，他布施，我教他布施有多功德啊！啊，不要杀生啊，不要偷盗啊。那么语业，我自己没有做，身业没有，但是语业跟意业都有，我教他做啊。那这个是语业跟意业。见做随喜，我也没教他，但是我看他做，哦，我随之欢喜啊！这个人好聪明啊，这个人好有善根哦，啊，那心业、意业啊，所以。这个自作，它基本上就容易成熟。基本，但是这个也是看你自作叫他做，见作随喜，都是自己的意愿，心上倾向于这边，不管是善恶业。所以，若我不自作，不从他来，这个他，不管是佛，不管是菩萨，不管是经，不管是咒。啊，你说我面临这个咒，他就能够灭我的罪。你造罪又不是不念这个咒来的，那你念这个咒，罪就没有了？不是的，你造罪要看你是起嗔心的烦恼，那你就要灭这个嗔心，嗔心就没有；起贪心，你就灭这个贪心，贪心就没有。啊，那罪不成熟，那成熟了也要受报，也不能不受报。即使你从此不再起嗔心，你过去的嗔心成熟了，一样要受报。你也不能灭，也不能灭，灭只能灭什么？灭未来的、现在的，然后不跟过去的相应。那过去的不成熟，它不受报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你证阿罗汉，已经成熟的，就算你证阿罗汉，不要说证阿罗汉，就算你成佛了，已经成熟的业都要受报。那没有成熟的呢？从此不会成熟，因为他从此不会造任何的烦恼。以前有的烦恼不会再相应。你看那个，央觉摩罗证了阿罗汉，还不是被打到头破血流？你看那个品婆娑罗王，品婆娑罗王供养过多少大阿罗汉呢？他还盖竹林精舍，啊，那供养佛陀，早期都是大护持的呢。但是他后来怎么死的？啊，被他的儿子阿哲四王。后来还被挑断这个脚筋不能走，啊，那佛还请目犍连啊来跟他说法，啊，后来他是念佛往生的，往生到什么？往生到四王天，他往生到四王天做毗沙门天王的太子，他那个时候不给他吃饭嘛，饿到违念饮食嘛，那目犍连就去跟他讲，
你念这个四天王，四天王那边有很好吃的东西，他一样有，他最成熟了，佛就跟他讲，他也没办法帮他灭苦啊。他也念佛，希望佛可以帮他，佛没有帮他灭灭苦。他说你要思维这个善法，啊，他但是他做很多善事啊，他最后依他的善业得升天，他也念佛啊，那佛怎么不帮他灭罪？佛不怎么不教他一个灭罪法啊，把所有的罪都灭掉了啊，不可能。成熟了就要受报，啊，没有成熟，你让他不成熟而已，欸，你不相续嘛，恶业不相续，烦恼不相续，他就不成熟嘛，啊，所以若我不自作，不从他来，不管是善业恶业，不管是善业恶业，我不自作，不从他来。若我作者，假设我造作了，作就是造作，不管是善跟恶，有肉跟无肉。终不失，不会消失的。你说我念了这个咒就可以把它灭掉？没有。我念了这个经就可以把它除掉？没有。你顶多是让它不成熟，你没有让它灭掉。那不成熟，它不会受报。那么已经成熟了，你起忏悔心，重罪轻报。啊，那么长时间的罪，短时间受报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它不可能不受报，已经成熟。就不可能不受报，就算你成佛证阿罗汉都要受报。你看目犍连怎么死的，迦留陀夷怎么死的，啊，那个可凄惨 啊但是他们也不起烦恼，啊，那这是因为这样，我们现在要常常你要止住自己的烦恼，不让过去的烦恼，因为我们的心是相续的，我们怎么来这个世间的，我们怎么离开的，随念随喜随重离开的，那来的时候呢，带着念，带着过去的念，相续的念，相续的习惯，跟什么过去的业来的，一念一喜一业而来，所以你必须要截断跟过去不好的连结，让过去已有的恶业现在不相续，让它不成熟，让过去已有的善业相续，让它成熟。那么一部分善业非常有力量，心就是一个心而已嘛，它要不是善就是恶嘛，要不是世间就出世间嘛，所以你让你的心多数在跟佛法相应，不跟烦恼相应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渐渐变成什么解脱的习惯，而不是受苦的习惯。其实佛法是这么教的，所以若我作者终不失，不管是善根的，所以你现在必须做，就在这里做，就你自己做。所以你看那个观无量寿，不是无量寿经里面，他告诉你极乐世界多殊胜，都是阿弥陀佛多好多好，往生到那边多利多利多殊胜多殊胜，但是他最后跟你讲什么？他说那个地方多殊胜多殊胜，这个地方无恶无痛无烧，但是跟你说什么？在这个世间修行正心正意一日一夜，胜过在极乐世界为善百年。他就告诉你们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你自己在这里修，其实就是这个问，这个意思啊，知一止，法一止，不一止啊，啊，那么，若我不做，不得果报；若我不自作，不从他来；若我作者，终不失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那回过来看这个佛分别打这边啊，他说知一子法一子不愚一子，于是比丘内观身啊，他先观这个身受心法，先观这个身，观这个身里面又分啊内跟外，观内跟外啊，那这个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的 啊。那观跟内跟外有两种说法啊，一种就是内跟外都是指自己的身里面外面这些啊皮肉骨这些，那内就是内脏这些看不到的这些啊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是指自己，外是指别人啊，观自己的身跟别人的身啊，那这两种。好，那他说现在先观内，比丘内观身就是观内身了啊，常当啊，你看一心，他就是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的心专注在这个所缘上。这个所缘也许是佛号啊，也许啊是一个佛像啊。那现在是观自己的身，观或是呼吸啊。那现在是观自己的身，一心啊，就是你的心专注在这个所缘上。那基本上就是为了成就定。那定，我们说过，定最主要的功用有三个。定修定最主要的功用有三个，第一个当然就是调伏烦恼啊。那么定可以调伏欲界的烦恼，因为定是色界的东西。第二个可以引发神通，第三个可以引发无漏啊，就主要是这三个啊。那么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引发无漏慧，调伏烦恼引发无漏慧啊。好，那这里一心智慧就是定根慧，那四念处最主要就是只有止观定根慧啊。那勤修精进，勤修精进就是啊，一般我们说啊，修了一个闻了一个法之后，独一静处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。阿含经里面常常说这样啊，佛弟子听了佛法之后，他一定是这么说啊，独一静处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。我闻法后，这个法啊，比如说四念处啊，比如说无蕴无我啊，比如说无蕴无我，比如说眼灭时无有来处啊啊，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啊，比如说这样啊，比如说无蕴无我，啊，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啊，反正不管你听了什么，你不离开这个无蕴身心，我闻法后。独一静处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安静啊？心，因为我们心容易攀缘嘛啊，六根六尘啊，容易攀缘啊。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啊，要专一精进的思维，专精思维啊，如理思维，专精思维啊，烁烁思维啊，不放逸住。要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去关照，不放逸，不放逸就是心一直在独一静处，身在独一静处，心在专精思维，思维什么？思维这个法，啊，这个法具体来讲就是四念处，啊，那相续它才有力量，啊，所以它这里啊，那精勤修精进，然后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断除烦恼。引发无漏慧，我们刚才讲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引发无漏慧。这样做的目的，这个法随法引不放逸住，就是要引发无漏慧，引发无漏。无漏漏就是烦恼，没有烦恼的智慧。但是你要断除烦恼之前，你要断除烦恼之前，慧是断除烦恼的。首先要调伏烦恼啊，所以除世贪忧，你在这个世间，这个无蕴世间的这个贪忧啊，那贪忧是表示烦恼，它这里是除世贪忧
啊，这个是烦恼的代表啊，欲贪啊，那我见我爱了啊，那先要调伏烦恼，你必须要先调伏烦恼。那调伏烦恼之前啊，通常是这样。那我们刚才讲，定有调伏烦恼的作用，定有调伏烦恼，那么调伏烦恼到一个程度，才能引发无漏慧。你烦恼太粗，障碍有烦恼障。那如果有再结合过去的烦恼，成熟了就有所谓的罪障。那死了之后有报障，就三障嘛，啊，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啊，那你本身的烦恼就会起障碍，让你没有办法专注，散乱、昏沉、贪心、嗔心，它本身就让你心没有办法专注，没有力量，心没有力量，没有办法引发无漏慧啊。那定是要让你没力，心要让你有力量的，定是要让你心有力量，戒是要防止破坏你心产生力量的这样的一些障碍，不现前。啊，有一点像是我们才要从这里走到那里，前面有这个桌子挡住了，我走不了，啊，让你前面的路没有障碍。戒，你有戒，你自己挖坑，你挖越大的坑，你后来要走过这条路，你就要跳过多大的坑啊？就是你自己给自己障碍的，啊。那戒是让你的前面以后修行的路没有比较大的障碍，定是要让你的腿有力量。你没有障碍，你没有力量，你脚本身没有力量也没办法，你也走不掉啊。慧就是你确定的那个方向，你前面又没有障碍，你脚又很有力量，常常训练脚很有力量，你又方向正确，你就直接走到目的地了。那我们通常不是啊，我们就是前面啊，又山啊，又海啦，七重山八重海的啦，啊，那个罪障很多啊，罪障好不容易除掉了，那个力量都耗在这里了，没有力量啊，走不动了。啊，那一样啊，时间都耗在那里了，啊，那你又要腿又有力量，前面又没有障碍，你的目标又正确，你目标不正确也不行哦，那外道也很有力量啊，有戒有定啊，但不能得解脱啊，啊，就没有正见啊，啊，所以他基本上定调伏烦恼，调伏烦恼是很重要的，那么戒就不起障碍啊，那么定要调伏烦恼。调伏烦恼之后才能断除烦恼，啊，才能断除，调伏还没断除哦，你有定，你调伏欲界的烦恼，你没有断除欲界的烦恼哦，你现在有定不起欲界的烦恼，等到你出定或是你下一辈子再来是欲界的时候，欲界烦恼又有了，啊，你没有断除啊，啊，那如果你证了出果的话，证了三果的话，你是把烦恼断除了哦，你把欲界的烦恼断除了哦，你再来做人啊，或是你升到天上的时候，你是没有欲界烦恼的。当然，他不会再来做人了啊，因为升正三果，他就会升到五波梵天去了啊。那你如果正出果，他是还有欲贪的哦啊，他来做人是还有欲贪，但是欲贪不重，因为他已经正见了，已经无我了，所以要断除烦恼，调伏之后才能断除所有的烦恼都断除。断除烦恼有很多啊，那你断除一条烦恼，还有其他的烦恼啊，所有的烦恼都断除，叫做超越。啊，所以它基本上定主要是调伏烦恼，然后引发无漏，引发无漏，引发无漏慧，引发无漏慧，就是引发可以断除烦恼的智慧，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引发神通，啊，主要是这三个。那我们说啊，那么这个烦恼的过程，它基本上如果依阿含经来讲，依阿含经来讲，除是这个是代表烦恼而已。啊，这个忧是忧患，那你不持戒，心就会有忧悔；不持戒，心就有忧悔。啊，你没有持戒，心就有忧悔，忧悔心就不安定，有障碍，心也不安定。那么你没有定，你没有办法除调伏欲贪。啊，其实这个是戒跟定。啊，然后要引发无漏。那通常烦恼，依阿含经来讲，它有几个过程，一个就是要先觉察，有贪之有贪，然后你的方向当然要先觉察，觉察心到底起了什么烦恼，在什么因缘，
在什么因缘起什么样的烦恼，这是第一个，你一定要先觉察。觉察了这个烦恼之后，就好像你要知道你生什么病，然后才知道要吃什么药。你都不知道吃什么病，你要吃什么药啊？不知道啊，所以你你要先知道烦恼是什么，然后要学习佛法去对治这些烦恼。所以要先觉察烦恼，觉察烦恼之后要控制烦恼。啊，控制就是你知道有烦恼呢，你叫他不起，他就不起哦，没办法。你说我不贪，贪心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从此不贪。你说嗔心是不对的，所以我从此不起嗔心，哪有可能？那是不可能的啦，因为心是由过去的心，身心都是过去的业，业报身的，哪有可能说不要就不要？啊，你说那我从此之后我不食人间烟火，你试试看，肚子饿死了，我告诉你，没办法就没办法，业报身嘛。所以烦恼也是这样啊，没办法说我知道它不对，所以我就从此不起了。没办法，因为过去的心相续，业相续，然后原来不好的原来，那么你就会起，所以你要控制，要先控制，控制让它不延伸不扩大，啊，那么之后才能够调伏，调伏就是让它变小了，就好像先知道哪里起火，然后让那个火不扩大，然后慢慢慢慢灭掉这个火，那个火缩小，啊，调伏烦恼了，先控制让它不扩大，然后让它缩小，烦恼的时间变少，烦恼的时间变短，烦恼的次数变少，烦恼的程度变轻，就调伏了，啊，那开始先调伏三恶道的烦恼，然后调伏欲界的烦恼，然后调伏色界无色界的烦恼，是这样的，啊，那三恶道的烦恼比较严重的贪嗔痴要先调伏，那佛法来讲啊，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先调伏嗔恨心。一个就是要先建立正见，啊，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然后之后才是怎么样断除。那断除的烦恼，第一个就是断除生见戒禁取疑，这个是见烦恼啊，见惑。然后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，就超越，没有任何烦恼了，叫做超越，啊，那基本上它就这个过程，啊，从阿含经里面来说了。那所以他这里说，啊，那我们来看他除世贪忧，好，除世间贪忧啊，其实就是世间的烦恼了，外身内外身观，亦如是啊。那么这个观身，从别处念住来讲啊，就是个别的，就观身不净，观身不净，但是其实观身。从四念处里面来讲，它不是观身不净而已。四念处的观身基本上有三者，四念处的观身基本上有三个，啊，这个上次我们好像也说过啊。四念处里面观身啊，那这里有分内外啊，但是它主要有三个，一个就是观身不净，身是不净，就是不净观。那不净观有观三十二身分的，以及实相处的，啊，那观这个龙烂肿胀膨胀到白骨观。那一个就是观这个身，啊，身里面，啊，那么毛皮骨肉啊，三十二、三十一，啊，有三十三、三十六啊，反正很多种啊。一般来讲三十二身分啊，三十二种的。啊，又讲到三十六的，啊，就从毛皮骨肉啊、地水火风这样观了，啊。那像戒分别观，其实也是观这个身心的组合部分，啊。第二个就是观出入息，安那波那，呼吸的部分。那呼吸的部分其实比较重专注，然后观这个呼吸无常，啊。那这个是一个的，一个是观身三十二身分，或是实相观，啊。实相观就是观尸体的，啊，观尸体龙烂肿胀了，啊，那自己跟别人也一样，内身观自己，啊，从脚趾头或是从这样毛皮结果，或是观别人也一样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行住坐卧四威仪了，啊，基本上就这三个了，啊，不净观、出入息跟四威仪、行住坐卧，啊，那你看有一些就是走路的时候，啊，我走左脚走右脚走，专注在这个时候，啊，行住坐卧你都能够。
你都能够知道，那有烦恼起来了，你就对治它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这个是四念处一开始的啊，观身，那受心法，受基本上以苦为主啊，但是不一定有苦啊，苦跟乐其实都是受啊，那其实上都是最后都要观到无我了，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。那观法的时候是观无我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要稍微先知道一下。好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很少在修四念处。其实四念处是一个很基本的，我们应该要常常修，啊，好，那他说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，它有三种，一个观内，一个观外，第三个总观内外啊，内外身，亦如是，受心法念处也是这样啊。是名比丘自依止、法依止、不依止啊，他在解释这个自依止、法依止、不依止啊，那基本上。这个法是指的四念处，啊，法是指的四念处。那我们说四念处也只是代表性的而已了，比较主要的代表。其实八正道也可以了，啊，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上去说的。五根五力七觉支都可以啊，甚至八大能念，啊，四欲流支啊，三无漏学，啊，那么其实这些七圣才其实还蛮多的啊，其实都是啊，都是法依止的法。好。再往底下看，他说：“从今日解脱戒经即是大师。”好，那么这里我们要说到所谓的，因为我们习惯性，我们基本上是受鸠摩罗什翻译的一教经的影响，啊，所以通常都会说佛灭后告诉弟子要以戒为师，啊，那像弘一大师有写一个以戒为师，啊。那比较多持戒的道场也会强调以戒为师，但是如果从这个佛留下来的这些经律来看，基本上不是以戒为师，是以法为师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。好，他说从今日起解脱戒经即是大师，啊，如解脱戒经说身业口业应如是行，因为戒重点在戒身口。戒重点在戒身口，到菩萨戒才有意业的问题，身口不犯他就不犯了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到菩萨戒的时候有所谓的重在意业，啊，所以这里讲身业口业应如是行，啊，那这里讲到以戒为师，啊，那我们说过，好，来讲这个问题。一般是说，啊，以法为师啦，一般是以法为师。其他的我们刚才讲这个讲这个一教经佛灭后到底说什么的，啊，包括一教经大概有七个版本，啊，那么大部分都是以法为师，那法跟律合在一起说，啊，但是以法为主，啊，那一般是以法，啊，法跟律，啊，以戒，我们来看，先看举个例来讲啊，比如说《长阿含游行经》，这个是写的最详细的啦，啊，《长阿含游行》有单行本啊，就最详细的。我成佛来所说经戒，啊，所说经戒，经就是法，啊，戒就是律了，啊，即是奴乎，啊，是奴所是，啊，那佛灭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啊，以佛所说的依法依律，啊，那么这八力禅部，啊。那么也是类似像长阿含，我所说之法律为奴等乎，啊，简单讲其实是一样的，那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啊，大部分都是先讲法然后讲律，但是也有先讲律再讲法的，啊，那像一教经主要就是讲戒而已，啊，那这个比较少，啊，那所以，啊，这个是西北印的有部律师，啊，像有部根由律里面杂事里面，啊，他也是一样，他强调戒律，所以他就变成以戒为师。那一般其实是以法为师，那法其实包含律，法其实是包含律的，啊，那如来正法，如来律正法律，啊，通常是这样的，啊，那律是包含在法里面，因为一开始佛说法的时候并没有律，十二年后才有开始自戒，啊，那么一般的律是初最初的
啊，一般所以他会讲如来正法律。通常经典是这样的，啊，好，我们往底下看啊，他说另外一个问题，车逆比丘我涅槃后，啊，这是第三个问题啊，啊，第二个问题是谁当作师，就是以法为师，以戒为师，这个是第二个问题，啊，第三个问题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九愿里面四个问题嘛。他说：“二口车逆云何共住？”他说：“车逆比丘，我涅槃后如犯法智，若心软服者，应教三陀迦瞻言经，即可得到。”好，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车逆比丘一杂含经来说。它有两种说法，啊，车逆就是禅陀比丘了啊。那么，一个是他在佛涅槃前他就证阿罗汉了，一个是他在佛涅槃后，阿难教他，那么迦瞻言经啊，就阿难就是教他迦瞻言经，然后他后来才证阿罗汉的。他有两种。那杂含里面本身这两部经都有收在里面，那就矛盾了啊！他要不是在佛涅槃前证阿罗汉，又不是，要不就是佛涅槃后证阿罗汉，他不可能既在涅槃前又在涅槃后啊。那么他这里说的是涅槃后阿难还在，你讲这个禅陀还在，那怎么样治疗呢？就是怎么样对治他呢？那印顺导师稍微有研究过啊，他说其实应该是这样。禅陀在佛涅槃之前就已经证阿罗汉了，但是跟禅陀一样的比丘啊，就是释迦种的释迦族的啦，啊，他们基本上比较傲慢，啊，比较傲慢，那不听人家的劝谏，啊，你定你的规矩我不遵守。你要处罚我，我也不接受，啊！你跟我定的规矩，那个不是我的规矩，那是你定的，我不遵守，所以造成很大的僧团造成很大的问题。那他又是释迦族，他又很早出家的，禅陀也是很早出家的，啊！所以他在僧团里面造，不是他而已，是以他为主的一群释迦族的比丘。所以后来的僧团甚至定了一个戒律，只要是释迦族的都不收，要收要先观察几年，啊，释迦族的不收，啊，为什么？麻烦啊，啊，那佛是我家佛，法是我家法，你应该听我的，不是我听你的，啊，那你定的规矩我不遵守，你给我的处罚我也不接受，啊，那么就是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啊，就比较麻烦了。依印顺导师的解释，他是说啊，其实这个禅陀比丘在佛涅槃前，他已经证阿罗汉了，啊，那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以禅陀为主的像这样的释迦族的比丘还很多。那么举出禅陀这个例子，是在说像禅陀这样的比丘，那要怎么样解决？啊，要怎么解决？啊，其实是这样，那并不是。如果因为杂含里面同时有禅陀在佛涅槃前就得解脱的，听佛涅槃后还没解脱的这两部经，那为什么会同时有这两？我们说过，这个应该是禅陀在涅槃佛涅槃前就已经证阿罗汉了，啊，那但是像禅陀比丘这样的问题，以禅陀为主的这样比丘。不是禅陀比丘本人，是释迦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类似像禅陀比丘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，所以才会问。那像这样的以后有像禅陀像车逆比丘这样的比丘，像车逆这样的比丘，那么在佛涅槃后要怎么办？啊，有些真的是很难处理啊！啊，其实不要说。佛涅槃哦，就算佛在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也不听佛的话，
两个比丘吵架，佛叫他不要吵架，啊，他也不听了，就继续吵啊。佛就飞到森林里面继续打坐啊。啊，另外啊，这个佛晚年的时候，这个摩揭陀国啊，有一些比丘尼根本就不听佛的教诲，那佛陀讲他也不听，佛陀劝他也不讲，不听，不接受。佛陀没办法，后来就离开摩揭陀国。教要我教你又不听，那很麻烦啊。就是说我跟你这样讲，你就偏不要；我叫你这不要这样，你就偏要。那怎么办？啊，佛陀想说，啊，如果比丘的话，他就离开了，他就自己到去打坐了。我说我也管不到嘛，我也管不了。你不要说的话，佛大家都尊敬他，没有，有些人也不听啊。啊，像提婆达多还出来跟他对抗呢。啊，那佛讲了几次讲不听，通常讲三次讲不听，他都不讲了。那不讲怎么办？啊，就离开啊，啊，就不能怎么办？那比丘尼他也不是住在比丘尼僧团啊，但是他去跟这些比丘尼讲，这些比丘尼也不听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他甚至就离开那个摩揭陀国了。啊，那个阿、啊、后来那个阿哲斯王很想生气啊，就把那些比丘尼全部赶出去了。啊，因为你不听的话，导致佛陀不再来这里了。啊，那。所以像类似像这样的问题，即使佛在的时候也有，但是佛在的时候基本上佛还是有威德力的，但是并不是代表每个人都听哦，啊，但是佛灭后这个问题就更棘手了，啊，佛在的时候佛还有一些威德力，有一些大阿罗汉啊，佛走了谁管谁啊，对不对？谁理谁啊，就比较麻烦了，啊，就好像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僧团也有了，师父在的时候这些师兄弟不管怎么不和，基本上还是以师父为主嘛，那师父走了就很难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又不是我师父，你是我师兄，或是谁理谁啊？啊，就比较麻烦。佛在的时候就有了。好，所以它是一个问题啊。啊，他说：“车利比丘，我涅槃哦。”佛就回答：“啊，如犯法智啊，那如果他的心已经调伏了，那么就跟他讲这个三陀加瞻严经即可得到。”啊。好，这里有两个问题，啊，一个就是犯法智。好，犯法智，我们先看一下它底下的解释啊。底下解释14个啊，它这里稍微有说到啊。那么智是王种，其智是底下注解14，轻诸比丘啊，就是看不起其他的比丘了啊。他认为佛是我家的佛，法是我家的法，你应该听我的，不是我听你的。啊，生法事实即轻笑也，啊，如是落叶旋风所缺俱在一处，何所互论？佛去世后犹自不改，啊，那么佛令作梵坛，为末病啊，这个叫做末病，意即梵天治罪法，别立一坛，其犯法者令入此坛，诸犯不得共也。好，他是这样，啊，这个讲完了。梵坛法啊，它基本上是说梵网啊，这个大梵天网，梵网是大梵天网啊，是色界的。那么天界有众，天界有聚众，有众，有王，有臣，有人民，基本上只到初禅天而已，二禅天以上就没有了。啊，就是天界基本上也是这样的，天界它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嘛。那么色界天从初禅，啊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无色界天这个到这里为主，基本上从这里划分，这边有众啊，就是有王。啊，然后有府，府就是有臣，府臣、大臣呢，啊，还有人民，啊，有国王，啊，那二禅以上没有，无形无事了，啊，那所以初禅里面，啊，色界这个是色界，欲界都有，欲界都有，欲界六天都有，啊，从四王天到他化自在天都有，啊，他们都有国王。那就是有一个主要的国王，然后底下的大臣，啊，然后人民，
那像初禅天啊，梵王，大梵天，啊，梵王，梵辅天，其实它就是一天而已啦，但是因为它的果报不一样啊，所以就变成三天，梵辅、梵众。那如果我们依西方的说法，这个叫上帝，这个叫天使，这个叫天人，啊，基本上就这样啊，啊，那二禅天以上就没有了啊，它是因为它在禅定里面，它是一个人一个世界，这个都是定的。那么到六欲天，这里有六欲天都有，那再下去啊，地狱没有，地狱没有，然后鬼也有，鬼也有鬼王，畜生里面也有。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，啊，像蜜蜂、蚂蚁这些有蜂王、有蚁王，猴有猴王，虎有虎王啊，一个区一个区的，啊，基本上都有，啊，鬼道、畜生道，地狱道没有，地狱道没有王，啊，没有人名，没有大使这些，但是有狱主，啊，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有啊，都有，好，那这个梵王啊，叫大梵天王。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亿个梵王啊，啊，那还蛮多的啊，因为一个世界就有一个梵的话，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亿个世界啊，有十亿个大梵天王啊，梵王，所以大梵天王也有管百世界、千世界啊，也管看这个世界的大小。那么他都在梵宫啊，就放个天宫之前就建一个坛，建一个坛，像我们戒坛这样建一个坛啊。那天众如果不如法啊，我们叫做犯的天条啊。然后，如果有不如法的，那什么叫不如法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们犯，基本上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了啊。但有一些天人的根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好，啊，像人也一样啊啊。那么定力坛上啊，就站在那个坛啊，比如说这里一个坛啊，就让他站在那边定力坛上，其他的天众不与之往来，言语都不可以跟他讲话。啊，那这个叫做默病，这个叫默病，啊，就是不跟他讲话，不跟他在一起，那么要讨论事情，什么事情都不找他。但是这个我们的病里面啊，基本上有两种，一种叫灭病，一种叫默病。灭病是犯大戒的，那犯大戒就是他不共住，不共语，不共结盟，而且他要让他舍去这个袈裟，就是让他失去这个身份的，其实他就已经不算是出家人了。如果他不舍去袈裟的话，以前佛陀时代国王护法，那么他会让他不能再穿这个衣服，像泰国、缅甸他们也会这样，要让他脱去这个袈裟的。那像我们现在政府管不到这边的，也不管这里啊。那佛陀时代也有，那这种比丘基本上很多是，他就是犯大戒，犯大戒里面犯淫戒的比较多。其实还蛮多的，啊，但是他有两种，一种就是，啊，比如说他有被关或没有被关，那被关回来，他有时候他还穿上，啊，然后当作没发生，那有一些就是没有被关，啊，然后事情也没有暴露，但是又少数人知道，那这种佛法他把它叫做贼住比丘，啊，他基本上不可以再穿了，贼住了，叫做贼住比丘。啊，截住比丘跟比丘尼都有了，啊，那在佛陀时代就有了，啊，但是比较少，因为它很容易被清除掉。那佛灭后这种情况就很麻烦，啊，藏传的更多，啊，因为他们还有所谓双修法的问题，啊，就比较麻烦。南传的、北传的都有，其实都有，啊，像其实北传的这个问题也蛮严重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像泰国、缅甸，他们有国家会去执行这种啊，它规定你不可以，它会通令所有的僧团。那像北传的话，就这个就比较麻烦。那这个叫灭病啊，就是他已经犯大戒啊，杀盗淫妄都有。那么，但是像盗戒的话，现在很难说盗戒到底是，因为以前是五钱，那五钱这很麻烦啊。那么犯死罪或犯重罪了。那所以犯盗戒到底是，比如说你亏损、侵损常住，那么多少钱被判刑也有的，也有。那照理来讲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到底是多少钱他才叫做犯大戒？
那因为它牵涉到你还能不能成比丘，有没有失去比丘，比丘尼身份，再申诉不再申诉这个问题。道界有没有人因为这样被关的？有。但这样到底算不算犯大戒，要看他判刑多久了。假设如果我们依戒律的精神来讲，你判10年以上哦，那基本上就可以叫做犯重戒。啊，那但是这个问题，戒律的问题还蛮难解决的，但是淫戒就比较好解决。啊，但是大部分呢、啊，大部分的也没有管这么多，他袈裟一样又披上去啊，那或是他就是披着袈裟啊，那基本上这个其实是贼主了啊，是比丘尼身份，这个是灭病的，他不可以再拥有比丘尼身份了啊。那佛陀时代这个比较容易执行，现在就比较麻烦啊。那如果是末病的话就不是哦，末病的话就是他不跟他讲话而已，不跟他共住，不跟他共语，不跟他共种结膜，啊，灭病不是啊，灭病就是他已经不是比丘尼身份了，所以他当然不能共住，他也不跟共语啊，那就是你不要再当他是比丘尼，他已经不是僧团的一份子了，他这个还是僧团的一份子哦，他不失比丘尼身份哦，啊，那如果是灭，如果是犯大戒，但是他有忏悔的话，啊，是戒律里面有啊，就是他忏悔过之后，他可以做学悔沙弥尼，可以，啊，他还是出家身份，但不是比丘尼身份了，啊，就是学悔沙弥尼，啊，他一直排在最后面，他还可以保留出家的这个袈裟，啊，但是他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啊，那这个是佛教里面说的所谓的灭病跟末病，那这个梵昙瓦是末病，就是不跟他讲，不跟他说话，然后让他自己去惭愧心，啊，你都不守的规矩，他是恶性违戒，啊，末病是恶性违戒，就是不人家规矩他不遵守，人家的处罚他也不接受，啊，他又不听你的，啊，那就很麻烦，啊，那你既然这样，那所有的僧团都跟你划清界限，但是他还是比丘。还是比丘尼，啊，还是的。那这个是差别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底下看啊。所以他这里讲，他说第一个就是犯法制啊，就犯坛法。第二个是若心奴服者，如果他心跳舞的话，那么教他三陀加瞻严经。那三陀加瞻严经其实就是说，其实是禅陀后来啊没有办法得解脱，然后阿难跟他讲啊，我听佛跟迦瞻言说啊，那么他三陀迦瞻言经是啊，基本上是他只取如果无我，那谁证得无我，谁得解脱，谁证得无我，如果是无我，那要有一个我证得无我啊，但是这个你谁证得无我啊，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，所以就要跟他说，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卡住这个问题啊，那只是禅陀本人啊卡住这个问题，所以阿难知道了啊，就跟他说啊，有因有缘世间己啊，他是这样的，这个是佛为迦瞻言说的，那我们讲中道啊，通常中道主要的啊，第一个为五比丘说的。中道有两种，一个是八部中道，一个是八正道，它都叫做中道。啊，这个我们先知道一下啊，一个是八正道。那这个就是八部中道，其实就是所谓的法根啊，这个就是方法啊，这个是真理啊。那八部中道里面，如果真要讲，有十个啊。那我们先来讲啊。中道里面啊，主要是为五比丘讲的，离苦乐两边，离苦乐两边，啊，修行的方法啊，离苦乐两边。其实中道就是离两边了啊，离两边，两边就是错误的，离两边，啊，离苦跟乐的两边，苦行跟乐行都不是得解脱的方法。第二个
第二个是啊，离长短的两边，这个是为五比丘讲的啊，离长跟短的两边啊。有一个常见的，有一个断见的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。另外一个就是为这个二十亿而讲的，它是离极缓的两边。极跟缓啊，修行的态度，太极太缓都不对啊。那最主要的啊，我们把离长断其实也跟为五比丘讲的了啊，那迦旃延讲的，这五比丘其实还有离长断两边啊，长断的两边，另外一迦旃延讲的啊，就是这里讲的迦三头迦旃延，离这个有无两边，主要是这个有无两边。那这个有无两边它是什么呢？啊，那么他说正见世间极者，它是这样的啊，有因有缘世间极缘起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，有因有缘世间极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五蕴世间啊，五蕴世间。那五蕴世间的正报是有情世间啊，跟有情里面的啊，就是它的正报，就是人，从人来讲才是五蕴啊。然后有情的依报国土世间，那主要就是有因有缘，我们才有这个身心果业报啊。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形成。那么他说正见世间极者，正见啊，正见世间极者，不生世间有见，不生世间啊，这个世间包括这个，那主要是这个不生世间有见啊，不生世间无见的啊，你只要正见有因有缘世间极，你就不会觉得是断灭的无我。不生世间无见，不生世间无，那么正见世间灭者，啊，正见就是如实正观，啊，如实正观，所以叫中观嘛，啊，中道如实正观，中道如实正观叫中观，啊，那么有因有缘世间起有灭，这个是中道啊，正见世间灭者。有因有缘世间就不存在，那么不生世间，你就不会觉得我世间主要是五蕴世间啊，或是六道众生，或是这个国土啊，那主要就是五蕴世间啊，五蕴啊，或者是六处，或者是六界啊，那不生世间有见，你就不会执着有，不会执着无，那离有无两边啊，主要是这三个啦。然后讲开了多了就变成啊有生灭啊，还有为外道讲的，为婆罗门讲的啊，生灭长断一义啊，来去就变成八部中道，生灭长断一义来去。那大圣里面啊，以生灭为主，阿含经以有无为主啊，那再讲多一点就不是指这个，还有很多啊，般若经里面讲的可多了，但是龙树整理出来就变成生灭长断一义来去啊，就变成八部中道。那因为迦旃延讲的就是离有无两边啊，那就是有无长断一义来去啊，生灭跟有无是一样的啊，基本上是这样了啊，就我们讲的中道啊。那八正道，中道里面的八正道啊，主要是啊苦集灭道啊，因为中道有因有缘世间集，
有因有缘世间灭，啊，那有因有缘就烦恼，有烦恼业，所以有这个世间果报，有这个五蕴世间的果报，有这个业报身，所以无名行四名色六路处所爱取有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所以有这个苦，这个世间是苦。那世间的形成有因有缘，这个是烦恼业，这个是己，己是烦恼跟业。所以惑业苦嘛，惑业苦，烦恼里面最主要是无明，惑业苦啊，苦集。那有因有缘，世界灭，灭道，灭。怎么样可以灭这个苦？灭苦之道，怎么样可以灭？有因有缘是什么？慧，定跟慧，啊，主要是慧。那慧由界定慧来，啊，有因有缘，世界灭，啊，就苦集灭道。那怎么样产生这个慧？就是八正道。啊，就是主要讲，我们说四念处跟八正道，啊，所以就变成苦集，苦集灭道啊，这个道是主要是八正道啊，或是四念处啊，三七道品里面都是的，啊，那这个就是苦集灭道四谛，啊，所以缘起就是四谛，啊，那这个道就指八正道，那么如果从他的正见无漏的正见来讲啊，它其实就是八部中道，离苦乐两边。离有无两边，离生灭长短一一来去两边，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了，啊，那这个大家稍微理解一下。好，所以说，假设他心已经比较调伏了，啊，不再烦恼那么重了，不会恶性为奸那么就跟他讲啊，这个三陀加瞻眼睛，这个是就禅陀说的啦，那其他的人不一定有这个问题了。好，那么即可得到。好，那第四个问题，他第四个问题，他这里讲，啊，佛经初作何等语啊？他说：“复次，我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藏。”那当然，这个是后来的传说了啊。那佛涅槃的时候，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啊。啊，这个只有大智论这么讲，其他大概我们讲过有七种版本。啊，都没有这么说啊，那这个是后来的传说啊。他说我三阿僧祇劫，三阿僧祇劫是一般的说法，就是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啊。后来大智论也有讲什么三大阿僧祇劫，要无量阿僧祇劫啊。那但是一般的说法就是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如果证阿罗汉的话啊，最快的就三生，正辟之佛最快要四生，啊，那最慢的啊，要正阿罗汉的话，最快的三生，最慢的可能要六十劫，啊，辟之佛最快的要四生，最慢的要百劫，啊，成佛的话啊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这么一个说法。好，所以说我三大阿僧祇劫所集的法宝藏，四藏三藏啊，那么这些所谓的藏是三藏啊，就是。法藏、宝藏，那我们说的，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藏经，藏经是后来的人把它结集起来的。我们有非常多的藏经，我们把它叫做大藏经。那大藏经有很多种啊，像我们比较熟悉的，比如说大正藏，那个日本人的啊，那高丽藏，韩国的。那我们有很多的藏啊，比较完整的叫，比如说龙藏，乾隆结集的大藏经啊，非常多了。像现在又有很多啊，佛光藏啊，什么一非常多。那么他说是这个藏经三藏基本上藏基本上是三藏啊，也有四藏五藏的啊。那通常是经律论三藏，最初应作是说如是我一时佛在某方某国土某处树林中啊，也不一定在树林了 啊。你像灵鹫山就没有树林了 啊，它是一个平台。那这个是后来大智论里面传说的了啊。何以故？过去诸佛经初啊，所有的经的最初都是这样说。未来诸佛经初亦称是矣。现在诸佛末后般涅盘亦教称是矣。啊，所以经我般涅盘后，经初亦称如是我闻一时。啊，当然这个是传说的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。啊，佛涅槃的时候并没有这样说了啊，
因为要结集经典，这个是大家是决定的，啊，那并不是佛在涅槃前就这样说了，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，啊，所以他说：“是故当知是佛所教，非佛自言，如是我闻。”啊，那是佛。依他这里的说法啊，就是是佛教啊，佛灭后啊，要结集经典的时候，应该这样讲啊。不过我们知道，佛要入灭之前，并没有预言要结集经典这件事，并没有啊。因为大迦摄来的时候，佛已经入涅槃了。大迦摄来的时候，佛已经入涅槃了。那大迦摄在半路听到这个跋难陀比丘说。啊，这个佛灭了，大家不要这么伤心，以后没有人管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那他才觉得，那佛都刚入灭，那么已经有比丘这样了，那么所以应该要结集经典，心里面这样想，所以去到那边佛已经入涅槃了，只是大家是去图比而已，应该一直烧不起来了，啊，那而且已经过七天了，他才去了，啊，所以。像这里大致里面这个只是传说了啊，就把后面的很多东西都变成，而且很明显的就是变成说释迦佛是这样，所有的佛都这样，所以你会看到阿含经里面有一些啊，应该是长阿含，或有一些里面它会变成释迦佛有两个弟子，所以所有的佛都有两个弟子，释迦佛是娶太太的啊，然后有一个孩子，所以所有的佛基本上都娶太太之后，然后去出家，然后有一个孩子啊，然后。变成都这样啊，其实后来都变成，现在佛是这样，过去的佛这样，以后的佛也这样，啊，当然也有例外的啊，像比如说《大乘经典》里面有一尊佛是没有结婚的，一直修梵任的，啊，那个阿处佛、啊，阿处佛是一直都修梵任的，那其他的佛基本上都是先结婚，然后有一个孩子之后，啊，然后再出家的，都变成是所有的佛的通例，啊，但。一定是这样吗？其实也不一定。像释迦佛在一棵树下成佛，所以所有的佛都在有菩提树，都在一棵树下成佛，啊，一定是这样吗？那当然，这个我们就后来就变成释迦佛是这样，后来的佛都变成好像跟释迦佛都一样啊。那这里也一样啊，这里也一样啊。所以说变成如是我闻啊，所以。过去佛都有如是我闻啊，那现在佛、未来佛也会有如是我闻，现在佛应该也如是我闻，就变成是这样的说法。不过这个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这样啊，就是说，那佛灭后有很多传说啊，那大家这个龙树把这些传说啊都放在这里面了、啊，所以它叫做百科全书嘛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那佛一切智人啊，佛是一切智人。就是一切智啊，通晓一切的，啊，那么自然无私啊，是他从现在来讲，他是没有人教他，但从大圣的角度来讲，他还是有师父的，啊，那因为他在燃灯佛的受记，他迦摄佛时代，那很多佛，他还是有佛的。从这一世来讲，他当然他是自己成佛的，但是从过去生一直来说，他还是。啊，有的啊，就在燃灯佛的时候，还是有燃灯佛教的，啊，我们把这个讲完。那不应言我闻啊，若佛自说如是我闻，有所不遮者，可有此难？阿难问佛，佛教是以是弟子所言，如是我闻，啊，所以没有咎，没有过失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。他在解释，这里是解释前面。啊，三十九页的四个问题啊，四个问题啊，一二三四，所以它基本上第一个啊是第一段，佛告阿难是第一个问题啊。那么佛波涅槃后，我们要怎么修行？依四念处啊。那第二个，谁当作师？要以舍为师，以戒为师啊。那但是基本上是以法为师的。那第三个是像车逆这样的比丘要怎么办啊？以梵坛法。那第四个。那佛经所有的佛经，那最初要说什么啊？要说如是我闻，啊，这个是这四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
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